听众朋友们，那么今天呢是2020年的10月20号，星期二，农历是9月初4。好，那么这个星期天呢就是重阳节了，祝老人们身体健康。好，下面开始解答听众朋友问题。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，感恩师父。麻烦师父帮忙看1951年属兔子，看他身上有没有灵性。1951年属兔子，女的。有啊，他的腰上啊、肚子上啊，还有腿啊、关节都不大好啊。对对。对，嗯，那么请问师父他这样，嗯，还需要多少张小房子？64张啊。64次。好的。嗯，感恩师傅。好吧。再来麻烦师傅帮忙看1974年属虎男的。几几年啊？1974。男的属虎。老虎。对。啊，老鼠不是老虎。老虎。啊，老虎，老虎，对，是不是虎啦？虎，嗯，哇，这个是不是啦？老虎，对，老虎，几几年的？几几年的？1974年，老虎，男的。想看什么？是不是他目前就是在坐轮椅，他不能站起来，就是自从啊，他业障啊很重，嗯，哦，那么师傅他接下来有犯过去有犯邪淫，然后呢还有自己的口业，还有嘛就是啊杀业都有他，听得懂吗？你叫他好好修，好好的忏悔的，不忏悔好不了的，嗯。好的，我就是叫他针对这个邪淫跟造口业、杀业忏悔，跟菩萨忏悔了。好，要忏悔的，要好好忏悔的。嗯。那么师父他的那个小房子还需要多少张啊？180。180。嗯。放生要多少条鱼啊，师父？放生500条。放生500，好的。感恩师父，感恩观世音菩萨。那自己的业障自己背，感恩师傅。好，谢谢。感恩师傅。感恩。再见，再见。所以一个人活在世界上，你过去做过的，你不是就说没了？你过去做过的，你还有啊，当然倒不掉啊，明白了吗？所以要希望大家一定要好好的改变自己。明白了吗？所以我们说送。喂，你好。喂，师傅你好。你好，师傅你好。你好，师傅。师傅，嗯，也让自己背。然后想问几个问题。不是，我有让我看看。啊，稍等啊，我把问题。啊，是1989年，然后属蛇的，女的。1989年属蛇的。女的，然后那个他有没有药精者，然后需要多张小房子。1989年属蛇。哦，他身上真的有灵性的，嗯。哦，是吗？然后是不是他需要多张小房子？肚子上，他的肠胃不好。嗯。哦，肠胃不好，是的，是的。还有啊，他有失眠的情况，睡眠不好。听懂吗？啊，是的，是的，是的。还有掉头发。啊，对的，对的，对的。啊，过去还有一点点忧郁，过去啊。是的，是的。嗯，对对对对。嗯，想不开有时候。他们想不开，而且什么事情都想得太深了呀，听不懂啊。啊，听得懂，听得懂。啊，对。自己吓自己。自己吓自己，对，他就是有点忧郁了，就是有时候他师傅讲的就是对呀，有点忧郁过度，就是忧郁啊，就是忧郁，忧郁很厉害，他要赶紧要多看师傅的白话佛法了，那不看的话会有问题的，嗯，啊，对的，一直在看，
他每天可能看两遍，读一篇看一篇，就这样。好，好，嗯，对。然后师傅，那个他的业障比例是那个是多少？1989年属蛇的，业障比例倒不高的，算还好了，二十五到二十七，第刚刚第一个看是二十五，后来升上到二十七，嗯。哦，这样的。嗯，好的。然后师傅还有就是有人给下杠头吗？就是这个1989年属蛇的，因为他之前梦到有位就年纪大的这个新进入的同修，然后身上这个掉下了虫子来了，然后现实中吧他有点杂修了，有点通灵，然后现在是不来往了，但是这个是一年以前的梦境了，然后就想问一下师傅，就是有没有人给下杠头？这个他那个通灵的同修年纪不大的，嗯，短头发，应该也是，你去问他好了，短头发，嗯。是啊，给他下过小杠头了。哦，是这样。那这个需要念多少小房子呢？或者是念多少遍礼佛呢？怎么化解？108遍大悲咒。108遍大悲咒啊。礼佛念60遍。礼佛60遍，好的师傅。然后他小房子需要吗？他自从跟那个人分开之后，他就开始萎靡不振了呀，整个人就萎靡不振了。啊，是的，多少有一些害怕恐惧，害怕恐惧。嗯，好的，师傅。然后师傅还有就是那个师傅之前给他开示过，就是他是那个家里有杀业嘛，然后他现在呢是放了那个师傅让他放9000条鱼，他应该是很就是说已经放完了，然后他想问一下，就是家里的杀业的影响还有没有了，还需要放多少条鱼呢？有还有，很少，这个还需要放。家里对他的影响是30%-35%。哦，那他这个还需要放生多少条呢？师傅之前给他开示是9000条，他已经放完了，还需要放多少条？嗯，2000-3000条吧，差不多了。两三千条，好的好的，感恩师傅啊。然后他还没有什么其他啊？对，他还有一个问题，就是他今年什么时间比较适合要孩子？他几年啊？他是89年属蛇的。男的呢？那86年属虎的，属虎啊，嗯，知道了，嗯，你叫他，你这个女的叫他吃全素了没有啊？他已经吃全素应该有好几年了，是吧？对对对，他3年了，嗯，你叫他。现在生孩子在于他呀，不是在于这个男的这个问题啊。嗯，他的啊，我看他的输卵管有一些阻塞。嗯，哦，是这样的。那他这个要怎么去就是化解呢？除了吃素之外，还是求菩萨还是念佛？你要叫他，要叫他，他有炎症呀。他这个不是一个大问题。不吃鸡蛋了。啊？许愿不吃鸡蛋了，已经。人不是鸡蛋是吧？他现在，我看他这个输卵管边上是有炎症，我觉得你让他消炎的话，他就应该会通了。嗯。哦，就是说问题不大是吧？师傅看来是吧？问题不大，你叫他，你叫他吃一些凉性的药啦。像我是觉得穿心莲真的很好。嗯。啊，好的，师傅明白，让他吃穿心莲，非常感恩师傅。好的，然后师傅。还有一个就是那个第二个就是那个改个名字，是80年属虎的，然后那个想改个名字，他就人家给他起了几个名字，但他觉得只有一个名字还算不错，就是说叫田地的田，然后那个号是3点水，一个日字头下面一个天，然后名是一个金字旁加一个名字的名，田浩明。师傅觉得这个名字怎么样？陈浩明。田浩明，对，1980年属虎。哎，这个名字有人帮他选过的呀，还可以。啊，对，相生的啊，对的，对的，师傅太厉害，太厉害了，师傅。这是相生的呀。嗯，对的，对的，对的。嗯、师傅觉得可以吗？以然后他就，那就改名，可以改名声纹了，是吧？陈浩明可以的呀。嗯、啊，田浩明，对。对他今后将来事业很好啊。嗯。好的，好的。好吧，嗯，好的，嗯，那没有什么问题了，师傅，非常感恩师傅。然后那个我们自己让自己背，
祝师傅法体安康，常住在世，弘法顺利。嗯，多多看师傅的白话佛法，很重要的。好的，好吧，好的，一定一定。感恩师傅， okay. 感恩师傅。好，再见，再见。喂，你好。哎，师傅好，感恩师傅。啊。师傅，我是1966年的马，我上次给你看的图腾那个乳那个卵巢上有个肿，有个恶性肿瘤，请师傅给我看一下。感恩师傅，感恩菩萨。66年属什么？属马的。66年的马。你想看什么？卵巢上的什么？上次看一个瘤是不是？对。嗯，还在啊，小一点点。小一点点是吗？我现在老太太有两个小孩子。什么？我身上有个老太，你是不是等于说我身上有个老太要进去了，和两个孩子，都超度走了吧？我已经念了200多张了。孩子走了呀，老太太还在啊。老太太孩子还有多少经文组合？67张。67张。嗯。我前两天许愿给孩子108张，因为我那天做梦做到那个我抱了一个孩子冰凉的，我许了108张。嗯，有冰凉的孩子们，那个冰凉的孩子们，哎呦，知道了，冰凉的就是那个老太太。冰凉的老太太还要67张。嗯，也是，应该也是。你掉的孩子，我看这个不像你掉的，像你妈妈掉的。哦，我妈妈是一个打胎的孩子。嗯，他一直抱在你身上，所以你这个孩子一直受苦啊，在家里你为家里受了很多苦的。嗯，对。你帮你妈挡掉很多业障，很苦的。对。嗯、好吧。他是师傅那个1992年那个孩子。嗯，我有一个孩子，有一个打胎的孩子在的身上走了吧？去上次你看过图？92年是你呀、啊？哦，1992年我儿子。你上次看图的时候，这个孩子在他身上。92年属什么的？属猴的。不常来了呀，现在不在了呀。你没觉得你儿子好一点啊？哦、好多了。哎，好多了，现在不在呀、啊。嗯。哦，师傅，1960年，我这个1966年属马的，我曾经一直看到有人跟着我，是一个男的，是我前世的。师傅，能不能看一下我跟他的姻缘，还是我欠了他的，还是什么？1966年属马的。属马的，嗯，我以前一直看得见，后来我到观音菩萨那里去啊，我自己。你哦，很少跟了，偶然还来的，嗯，对，我以前一直看见他、嗯、你看得见的，是看得见，我看得见 他穿白衣服，嗯，我就看了，我看不见他人头，但是我看见他人很困意的，对，上辈子的冤结。嗯，我要不要给烧经文纸壳给他？所以我就跟你们讲过了，啊，你作为一个女的甩了人家男的，他死掉就死盯着你，听得懂吗？你想想看，还没死的很多男的，你甩了他，他都盯着你，何况他死了，他变成鬼都盯着你，明白了吗？我以前不懂啊，不懂，是不是？原来你师傅真的，不懂，我们不懂算不算业啦？不懂就没事了。对，有业障。好了，房师傅，师傅看看我们家有没有，我有房子，有没有房子的要经者？房子的要经者，几几年的？几几年属什么的吧？你们你？66年属马的，1966年属马的。哦，左面墙上不大好。左面墙上不大好。嗯。哦。那要多少进行组合啊？啊？要不要？房子的要进者要烧多少房子？那个小房子给他？30张。30张。好的，感恩师傅，我不问了。师傅最近身体不好，我不问了。好。感恩师傅，感恩师傅，我们这边让我们自己背。感恩师傅，再见。
喂，你好。哎，台长你好。你好。嗯。哎，你是东方台吗？是师傅吗？是啊。嗯。哦，师傅你好，我是73年属牛的，我问我头疼好吧，我一次全部了，问吧，隔2000年命，感恩师傅，感恩菩萨，请问吧，73年属牛的，几年啊？73年属牛的，73年属牛是吧？啊，问我身体，我身上，73年属牛。73年属牛。哦，你这个孩子，哎，经常会想不通啊。对呀，听得懂吗？你这孩子，你这孩子人品很正，但是呢，已经有一点自闭了，听得懂吧？嗯，对的，对的。啊，你就老觉得人家对不起你。对对。你对人家很好，人家也觉得，你也觉得是人家不会对你好的，听得懂吗？嗯，对的对的，感恩师傅。还债呀，你自己还债呀，你要注意啊，你的身体的腰不大好。啊，对的。还有颈椎啊，颈椎酸痛。啊，对的。啊，你自己要当心的，你是孩子，人倒是挺好的，不能想不通啊，想不通的话已经影响到你肠胃了。明白了吗？哦，感恩师傅，感恩师傅。我这个40年去一个节过了，你看我业障还有多少？感恩师傅。几几年属什么？再讲一遍。73年属牛的。73年属牛。73年属牛。24，你这还好了，业障倒不高呀。但是我一直感觉到就是要经者很多的，就是天天就是。对啊，业障不高，要经者多。我举个简单例子给你听，好不啦？人不坏，对不对啊？嗯。欠债很多，不可以的。哦，还有一个师傅，感应师傅，我问我这个白癜风这个什么时间能好？那个我天天在求这个事情念经。我看一下，你吃素了没有啊？吃全素了，从去那个2018年3月份吃全素，许愿吃全素。我帮你问一下啊，还吃鸡蛋的你？嗯。鸡蛋对，我吃的鸡蛋跟牛奶是吃的。对啊，而且你吃的很多鸡蛋，牛奶可以吃，啊、鸡蛋不要吃。哦，感谢师傅，感谢。3个月到6个月会好起来，如果你把鸡蛋切了。哦，好，感谢师傅，感谢师傅。还要念，还要念。2个108遍礼佛，小房子还要108张。哦，感恩师傅，感恩师傅。这样我可以问问我一个亡人吧，我妈妈，我也很纠结的这个事情。我妈妈是去年12月份往生的，是七，她是姓王，三声王，少、少年的少，英雄的英。帮我看看他在什么道，好吧，在什么地方？你给他念了几张啊？给他念过小房子没有啊？念过了，让大概要那个600-700张。我看一下啊。啊，你妈个子不是太高，脸有点大的，大的大的，嗯，白皮肤也蛮白的，嗯。恭喜你的、恭喜你的。我讲一点好不啦？讲个特征给你看好不啦？你妈妈脸上有个痣，你记得吧？是有的。好的，蛮大的，还在。去年12月往生的，这现在在什么地方？对呀、啊，师傅，天上。在什么地方？天上。在什么道啊，师傅？玉界天，天道。哦，感恩师傅。做天人了，听得懂吗？做天人了。啊。比你好，对我好。看看你看看你现在，他托过梦给你的，托了好几次了。他经常托梦。对，经常托梦。他放不下，他说你是港督，专门被人家骗，专门被人家骗，还要被女人骗。对对对对的，一点都不错。我妈妈就一直放不下我的，是吧？就是放不下你呀、啊，否则走得更高了，
现在就是因为你啊，所以他只能在天上。哦，都是因为我的业障太深，或者他牵挂着我，是吧？对呀、啊，他本来不牵挂嘛，他可以跑更高地方呀。哦。还有一个事情我问一下师傅，我去年从46岁的时候一个结那个后来给我延寿了那个8到9年，这个事情以后还会有什么那个吧？就是你几年属什么的啦？我73年属牛的。73年属牛的。啊。我从小有佛缘的，就是从小的时候能不能是吧，救我好多次了。嗯，我都梦到了。你还有一个，还有一次，还有一次小劫，就是梦中很多次，就是菩萨来显化，都告诉我好多事。对呀、啊，你可以躲过很多灾劫，但是你千万不能乱来。女人的事情上，你要做稍微守戒一点。听不懂啊？我听懂了，懂了。但是我现在就是稍微做一点点事情，或者是。骂人呀、啊，或者说那马上护法人就给我原则看，晚上有护金，或者白天就是头上三尺已经有护法了呀，明白了吗？嗯、稍微犯一点点错误，就是稍微嘴巴不干净，说跟人家讲话不干净，就把惩罚我，说我儿子说一点点事情、啊，就惩罚我了。对呀、啊，现在知道了不啦？师傅还有一件事情，我从小的时候就大概。30年前就梦到心灵法门，就在天上那个，在天上那个南天门那个排队考试，这件事情从10几岁就开始有梦到了。现在看到了吧？心灵法门呢？我告诉你，早就有了。30年前。你想想看。还有在天上考试，还有那个，就是我临走的时候，这个梦境啊，就是临死的时候梦境，菩萨已经都显化给我了。你现在知道就好了。我告诉你，这个你以为心灵法门就是师父刚刚传下来的，天上早就有了。观音菩萨的法门。你觉得30年前就我上3年。我告诉你，还有很多人从来没看见过师父了，他早就看见师父了，后来给他看到师父，他说就是他，几十年前就看见。就是我往生的这个镜头都梦到了，就是有很大的一个这个棕色的狗把我带上去的，但这比很高大很高大的，这叫哮天犬，听不懂啊？我不知道呀，但是我一直从小就有这个梦境，就是梦到了，就很清晰，很清晰的。哎、所以你现在算找到路了呀，所以你现在好好的听师父话呀，明白了吗？哦，感谢师父，我今天真的很发烫的。好，好加持了，我一定肯定精进学佛。跟着师傅走，跟你走好，好好的修啊，那就这样。好，感谢师傅，感谢师傅。好，再见，再见，再见。喂，你好。哎，师傅好，师傅辛苦了。我想问一下，1954年的马。男的，女的？女的。1954年的马。1954年的马。1954年的马。看身体。1954年。1954年的马。1954年的马。女的是吧？喂，喂，是不是女的啦？对，没错。颈椎不好，腰不好，脾脏不好，吃东西不消化。大名啊，每天都吃很大名。一冷的话，马上胃就不舒服了，听懂吗？嗯。还有啊，睡眠不好。啊，对。记性一塌糊涂，前讲后忘记快了。对的，还有关节骨头呱啦呱啦响。嗯，听懂了吗？还有整天都是打喷嚏、没鼻涕，吃药也没过，对呀、啊，也没有用。我就跟你讲了，肝有点小问题，
家族里边有人心脏不好，听懂了吗？家族什么？家族里边有人心脏不好。哦，就是，我也不知道，我母亲，我爸爸就不知道了，我母亲好像没有。有遗传，你以后晚年心脏很不好的。对。好了。还有我这段就是，给我生我的生我名字吧，就是那天晚上做梦，乌云密布，就是天气很暗啊，去生我没有生我，回来就做梦，去了两次都没有生我，就做梦，我的脚啊。脚这里有个窟窿，里面有个脓，有有血，有有那个红黄黄的脓。你这个名字自己改的？一直讲。你这名字谁帮你改的啦？就是我名字就是也叫林美婷，就叫林美婷，平平的平。我那个1998年一归的叫张平，是不是这个名字有关系？我现在脚一直痒了，看你有毛病了。我问你什么事情，你怎么不讲？我说你的名字谁帮你改的？我就是听你的节目说，比如说你经常叫什么名字，要改这样名字吧。我名字就是从小就是叫林美婷。你不行的，你不能这么乱改的，开玩笑了。你哪怕在网上改一改也比你自己乱改好啊。我现在要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就是从小就是叫什么名字啊？你现在魂魄不齐，听得懂吗？对呀，我知道，我也看节目里面说魂魄不齐，我现在要怎么办？我现在脚啊一直痒了快要一年了，一年多了。脚痒是不啦？啊，对。就是那天吃全素了不啦？刚才说什么？吃全素了没有？吃素了没有？啊？吃素了没有？吃斋了没有？吃斋啊？还没吃素，我现在就是比如说。没有吃素跟我讲什么？没。没有事跟我讲什么，我看你真的脑子有问题的。哎，你要记住，不吃素的人，吃荤的人，皮肤都不好的，没有几个好的。哦，不是改名字的问题的。不是的，吃荤不可以的，有杀业，吃荤就是有杀业，听不懂吗？啊，听得懂。好了好了。好好的找个朋友问问吧，你打电话到98332758，打到我们东方电台来问。好了好了，我已经打过，九就是我这打过，等再问。你要怎么治疗了？去问医生去，擦点富轻松，用点芦荟膏，都可以。你问要中药，你打错电话了。我现在看出来，你要是还吃荤的话，我怎么救你啊？哦，好了，再见了。饿了就全身都没力气的。好了。有点饿。打电话98332758，好吧。好了，再见。啊，再见。哎，这种人很容易帮他背的。喂，师傅。我再跟他讲几句话，我就帮他背了。喂，你好。喂，师傅，感恩观世音菩萨，感恩师傅。哎呀，师傅，终于打通了。好想说，师傅，请把他们看图腾，他们自己让自己背。看一个，1969年属猴的女，她是乳腺癌，现在还有没有癌细胞？因为她一直没做手术。19几年啊？69年属猴的女，乳腺癌，还需不需要做手术？他吃荤了吗？他还吃素啊？还吃荤啊？他是老弟子，是早就吃素了，也很放心的在弘法度人。但是他这是业障病啊。他过去年轻的时候，年轻的时候邪淫啊，我看到了。对，师傅说太对了，
对他母还没说呢，就是他的确有这方面的问题。他现在我告诉你的，癌细胞还在啊。嗯，对。只是说没有扩散而已。对对，他在用中药调理，他家人，中药调理。怎么讲？中药调理，你要给他吃点那个凉血的东西的呀，消炎。啊、哦，川西消炎、川西莲之类的。凉血，你这个东西要给他吃的。啊，不能让它扩散呀！不扩散，过去中医现在有一句话叫“与癌同在”，就是与肿瘤同在。对对对。啊，反正中医有这个讲法的呀。对的。就是说，很多人死掉了之后，也不是因为癌症死的，带到棺材里好几个癌症，但是最后死在其他病上，听得懂吗？听得懂，师傅。癌症就是说你不弄它，它不会发出来的。嗯，好了。那师傅他现在是还是保守治疗，还是要做手术？因为他家人逼他逼得很紧，会让他做手术。他家里人到时候是，他到时候他家里人有什么事情他自己负责，你叫他家里人签字呀。啊，他死了以后叫他们家里人负担了，这个对不对啊？好的，我明白，师傅的。你说你跟他讲，你跟他讲，任何病，都可以选择，每个人都有选择的权利，多看几个医生。对对，不严重的病有的时候可以稍微晚一点，不扩散就没关系，如果严重的病必须马上做手术。家里人我告诉你，好的，有的时候家里人还逼着人家结婚呢，最后被老公打回娘家了。家里人做的事情都对的，除非他妈妈是医生在家，而且除非是看到这个化验表的确是在扩散，的确是在化脓，马上做手术。很小很小，你说谁身上没有癌细胞啊？明白了。好的。很多人需要多少张小很多人就是这么折腾的呀，小小的一个病，对对对，折腾到后来没有出事啊。对对对对，好。那师傅他还需要多少张小房子还放生呢？他是69年的猴女。小房子蛮多的，的确这个业障蛮重，慢慢多的。我讲出来你吓一跳，690张。不好，反正他应该会念了，他很精进，他已经发一年1000张，2000张都发念了。好吧。那放生呢，师傅？2500条，你叫他许个愿。师傅，他打他的，你现在跟医生讲，叫他跟医生讲，对不对啊？定期做化验，如果不大，没有扩散，对不对啊？尽量不要去动他，如果扩散的大了嘛再说，应该动手术嘛就好的，明白吗？因为有的时候你们都不知道的，有的时候，他如果是灵性病的话，你正在改变的话，它会缩小的。你去问任何一个西医好了，对对对，为什么有的时候医生照出来明明有癌症的，有肿瘤的，过一段时间去查就没了啦？有不啦？对对对，太多了吧？我们好几个同学都这样。对对对，好了，是这样的。这个你叫医生解释呀，对对对，他解释的出来不啦？一样道理呀。对对 对, 对，明白了吗？明白了，明白了。感恩师傅。那师傅他打胎的孩子走了吗？他想问一下，69年的猴女。走掉了、哦、那师傅再看一个，他的腰很不好。对对对，还腰不好。对对对对，师傅说的很对。那师傅再看一个1999年属兔的女的，她是月经不止，是个大学生，也是同修，她患了一种病叫再生障碍性贫血，每一次例假的时候都要住医院，她现在在休学在家，肠胃也很不好。99年属兔的女，他要问什么原因导致的，需要多少张小房子和放生。上辈子是个男人。哎呀，做坏事。哎呀，他谈过187个女朋友。啊，这么像。好，我知道了。那他是不是需要念很多礼佛这方面？对啊，你现在看看他长得还是蛮诱人的。哦，这样的，听得懂了吗？那他需要多少张小房子？听得懂，师傅。哎，
187张。嗯，放生呢？放生2500条。你叫他，好的，师傅，你叫他赶快验血，找一个医生去验血。嗯、验完血之后，你去看看他血色素里面有点小问题，嗯、好吧？哦，血色素是吧？好的，好的。嗯、缺铁，缺维他命，缺维他命很多的，缺铁，哦、还缺 D， 还缺 B 六。嗯。好吧。哦。好的，好吧，啊，师傅，他只要把他的血液调整好了、嗯，他以后就不会大出血。好的，太好了。那师傅，他之前有一个声音对他说，他的名字里有带血字，所以必须改名字。他现在一共提供了8个名字，你看一下哪个适合他？第一个叫，我要读一下吗，师傅？不要，他属什么几年的？99年属兔的女。8个是吧啦？对，8个，1、2、3、4、5。第8个叫什么了？刘月轩，就是刘月轩。不行。哦。第6个。嗯。说。第6个是刘恒清，恒是恒星的星，恒是那个持之以恒的恒，清是清水的清，刘恒清。啊，就这个了。嗯。好、哦，感恩师傅。啊。师傅，请随便看个亡人吧，叫赵美玉，今年往生的。道士都不是你家的人，都是佛友啊！你不要一个人，不要看那么多，都是佛友是吧？是全是佛友，我不为家的人问的。啊，最后一个了。赵美玉，嗯。什么？赵美玉？姓什么？道士。赵，姓赵的赵，赵美是美国的美，玉是玉石的玉，赵美玉。什么时候走的？今年4月份。嗯，不是太好。嗯，哦，再念64张小房子，让他推到阿修罗高一点。他现在在阿修罗，他刚刚攀上。哦，好的，我让他们这样的念。好了，好的，好了。感恩观世音菩萨，感恩师傅。啊，师傅，你慈悲加持一下那99年的女孩，找个合理的、好的医生。感恩师傅，祝你保重身体。好，再见。好，听众朋友们，因为时间关系呢，我们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。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